像那样被狮子咬住头啊，是很吉利的。哎，为什么？都是民间的说法，据说被咬了的话可以无病无灾，一生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据说还能变聪明。哎，变聪明是真的吗，奶奶？这么说起来，以前在哪里的一个庙会上，姐姐被咬过。对对。来，小丸子也被咬一下。不要不要，看，一点都不可怕。啊，小丸子！结果哭着闹着没有被咬，就那么逃跑了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可惜了！真是的，要是老老实实的被咬了，说不定我会有一个很聪明的妹妹呢。这是什么话吗？舞狮子。别说是咬头了，连舞狮子我都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不？果然呢。要是被舞狮子咬了头会怎么样啊？据说会变得聪明哦。哎，真的吗不？哦，山田，你看过舞狮子吗？我是外星人。我相信他绝对没有被咬过。那还用问？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不？对了，长山同学，那个长山同学，你被舞狮子咬过吗？啊，被咬过。你被咬过？嗯，小的时候。各位，铃声已经响了，这也就是说，快点回到座位上去。喂，王伟，难道王伟你小时候也被舞狮子咬到过头吗？什么？舞狮子？我当然被咬过了。居然有？不是说被舞狮子咬到头的话会变聪明的吗？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妈妈就带着我到处去找舞狮子，然后让他们咬我的头。哎，特意去吗？嘿嘿，多亏了我妈妈小时候做过这种事，我昨天的测试又得了完美的100分。哇，看来会变聪明是真的不？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，丸子。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精神呢？爷爷啊，我好像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。好不容易遇见了舞狮子，但我却没有被咬，这真的是我这一辈子的遗憾。一辈子，一辈子的遗憾。要是当初我的头被咬了，说不定我现在会是个聪明的天才呢。天才？那可不一定。爷爷，我也想被舞狮子咬一下头，可是我要去哪里才能见到舞狮子呢？这个，在以前的庙会上倒是经常能够看到的。以前是村子里的青年团跳的，这可是老一辈向小一辈代代相传的东西呀。现在时代也变了，已经没人跳了吧？啊，现在舞狮子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丸子，好可怜，
这么想见五狮子，我却无能为力，真是令人着急，令人着急呀、啊！哎呀！第二天，五狮子的话，那个我家附近倒是经常有。真的吗？你家附近吗？是的，有一个神社那儿经常有。中野先生，请一定让我孙女看到那个五狮子，拜托了。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在都没有怎么看到了。是这样啊。是的。尹先生，那个……我孙女说，无论如何都想看一眼五狮子，但是我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才好啊。那个，我姑且去神社看看吧。是真的吗？太感谢了，拜托你了，一切都拜托了。是。来，别客气，再吃个馒头。不要了，干脆整盒都拿走吧。请不要客气，请吧，别客气。哇，我可以看到五狮子喽！太好了，丸子。等我的头被咬了，变聪明了，拿到了诺贝尔奖之后，我就带爷爷到外国去旅游。丸子。真是个伟大的梦想。此时在中野先生家里，该怎么办啊，老公？虽然接到了狮子头，可是没有会跳的人呢。没办法，现在已经没人会跳了，不过有狮子头也还行。不过尹先生的孙女儿是想看五狮子吧，只给她看狮子头的话真的不太好。我还是去拒绝吧。馒头我也会还给他。不行啊，你不是已经吃掉了吗？还说很好吃很好吃来着。是啊，走了，怎么办啊，老公？第二天。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五狮子呀，好期待啊，不？但是中野先生怎么没来呢？爷爷怎么没有伴奏啊？中野先生拜托我，我已经准备好磁带了。怎么都不动呢？这是怎么了？跳起来！好丢脸！要是没来这里就好了。怎么了？这只舞狮子真奇怪，好无聊啊，不？怎么办？就这样逃跑吗？不行，可真的跳肯定会更丢脸。我好想看舞狮子跳起来呀！舞狮子先生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跳起来！已经不行了，我豁出去了。总觉得没什么干劲儿啊。不，都是因为我提出了无理的要求。那么我先告辞了。可是我的头还没有被咬呢。神奇，我想变聪明啊！我也想变聪明，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来的。
就是啊，中野先生。中野先生，能不能麻烦你最后再咬一下这些孩子们的头呢？啊，这中野先生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不，咬我一下吧，我想变聪明啊！不能破坏这些孩子们的梦想。谢谢你，中野先生。谢谢中野爷爷。不如以这次为契机，以后就来舞狮子吧。还是饶了我吧。就这样，小丸子他们如愿以偿地被舞狮子咬了一下头，但是之后真的会变聪明吗？这可不一定哦。再多一点过年的气氛吧。我回来了。上学果然是件累人的事啊，这么冷的天气还是待在被炉里暖乎乎的最好了。喊什么累啊，第三学期不是才刚刚开始吗？对了，大家一起来玩纸牌吧，还是说玩点其他的游戏呀？新年已经结束了，你脑子快点清醒一下，在第三学期给我好好的学习。就是啊，至少在年初的时候多一点干劲嘛，反正过几天你肯定又会懒散的。反正还是一月份嘛，还是在新年里呀，偷个懒有什么关系嘛。你的新年气氛过得没完没了了，真是让人苦恼。妈妈，你不也一样吗？哎，我可是早就过完了。那这个点心是什么？不是供神的年糕吗？这个是100%是新年剩下的。到了星期天啊，小玉，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哦，要不我们去空地拍羽毛毽子吧。对不起小丸子，我现在要开始练习钢琴了，新年期间一直都没有练习，今天必须得好好练了。这样啊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爷爷，来玩纸牌吧。对了，今天爷爷去了老人会呀。已经都是普通的节目了，再放点新年的节目也不错嘛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街上也变得这么冷清了，我明明记得直到上周还是那么热闹呢。唉，这么看起来新年果然是快要结束了呢。那个风筝是冰冰，猪太郎。是小樱啊。啊，真好啊，放风筝真是不错的活动，热爱新年的少年们这儿不是还有两个吗？也不是啦，要给我压岁钱的叔叔到今天才来，终于我能买这个风筝了，最新型的风筝不？飞得很高啊，不，新年里面放风筝，转起陀螺一起玩，转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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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明看起来很开心呢，不，那是因为我真的很开心的。差不多轮到我来玩了吧？让我再玩一会儿吗？风很大，你小心一点啊。你在搞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快点抓住他们。Thank you.
狮子，再也不借给小樱玩了。知道了，我在旁边看着就好了。我只是想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。啊，在烧火盆。啊，好呀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是门松和稻草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这些烧掉？啊！等等等等，善根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遭报应的事啊？小樱，火劫那是什么？把新年的装饰品烧了。用那个火烤出来的年糕，我听说吃下去就不会生病了。我以前都不知道呢，笨。我不是肠胃不好吗？所以要在火节吃烤年糕，今年一定会变成坚强的男子汉。嗯，那你还带了些什么来呢？新年第一次写的字，要是在火节上燃烧的话，字就会写得更好看。而且我妈妈说，点着的时候飞得越高就越好。我想看看不？嗯，山根，那你快烧吧。那我要烧了，去吧。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好厉害呀！字会写得更好看的。是吗？真是这样就好了。啊！再见！新年再见！要是新年一直不结束就好了。那样不可以。因为如果一直是新年的话，我就不能变成哥哥了。这孩子的妈妈马上就要生小宝宝了，现在正在医院里。过了新年就能当上哥哥了，他一直很期待呢。哎，所以我一个人住在奶奶家，我一个人也不哭，因为我是哥哥嘛。了不起，这样才是男子汉。你一定会是好哥哥的，笨。要分年糕了，请各位排好队过来取。哎，是年糕。嘿嘿，年糕啊，我们也去拿吧。唉，说的也对呀，一直都是新年，也就不会有明年的好事了。哎呀，小丸子！哦，佐佐木爷爷，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呀？我来取灰，把火劫烧剩下的灰撒在家的周围，可以驱除灾难。哎，怎么了？好像没什么精神呢。因为总觉得有点失落，那么快乐的新年。随着装饰品这么一烧，就好像没有了一样。小丸子，要知道快乐的日子不单单只有新年呐。哎，这棵樱花树虽然现在干枯的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，但是它这坚硬的树干里已经开始了春天的准备。春天的准备？嗯，在整个冬天都忍耐着，一旦天气暖和起来，就会一下子开出花来，似乎是在邀请大家快来呀，和我一起享受春天，赏花呀。到了夏天，枝繁叶茂，蝉也飞来热闹地叫着。然后等叶子被染成了红色，它告诉我们秋天来临了。踩着枯叶，咔嚓咔嚓的，很好听。哎，然后寒冷的冬天到来，像这样的四季轮回，下一个新年就又来了。佐佐木爷爷，你说的对，快乐的日子不是新年才有的。没错，小丸子。哇，吓了我一跳。说是要把这个烤着吃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，不？哎，好像开着的花一样啊！真是先来一步的春天呐。希望明年也是个愉快的新年。年糕真好吃啊！幸亏我们来找风筝了，不？
还要多亏了我把风筝放飞了吧。喂，你可别得意忘形啊。对不起对不起。那差不多我也要回家了。嗯，再见。明天见老婆。再见。我回来了。爷爷，一会儿把这个撒在屋子的周围。佐佐木爷爷说这么做的话可以驱除灾难。哦，那想撒就撒吧。小丸子，把这个拿到餐厅去。哦，看起来妈妈也终于告别了新年的气氛呢。什么呀？因为点心不是年糕了呀。哎，啊，算是吧。新年的影子还在妈妈身边缭绕。啊，在火节上送走了新年，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。好嘞，今年也要好好努力。反正他也不会持续多久的。姐姐一眼就看穿了，干劲十足啊！这才是丸子。今天更加的闪耀，都让我睁不开眼了。今年也很疼爱小丸子的友藏。哎，从哪里开始努力好呢？我现在感觉到自己什么都能做到。要是精力过剩的话，就到附近去跑几圈，怎么样啊？今年也有吧，马拉松大赛。啊，马拉松大赛。对了，马上就要举行马拉松大赛了啊！干劲十足，马上变成垂头丧气。小丸子还是希望新年一直坚持下去啊！我最讨厌马拉松大赛了！哇，一郎伯伯，好久不见了。来的正是时候呢。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压岁钱不见了。这次的马拉松大赛我会加油的，所以请给我零花钱吧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，小丸子招待伯伯和马拉松大赛的友情，好好期待吧。